据了解，数量超过500只以后，大熊猫的圈养种群就会实现自我维系，就是它可以通过子二代三代，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基因保存下去，基本上就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境地。经过30多年努力，麋鹿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。目前，麋鹿种群已全面覆盖原有栖息地，分布地点从当初的2个增至现在的83个。截至目前，青海、新疆、西藏3地藏羚羊种群数量已增加至约30万只，藏羚羊保护级别也从濒危物种降级为禁物。